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你是否可以回心转意？绝无半点可能。当年我不惜九重天上的规章严苛，不通人情，而如今我在人间走了一遭，我才明白，正是有人为了大义牺牲了自己，才守护了三界。正是因为他们，才会有像我、像小妖这样的众生逍遥自在。物以人非，何必强求？你有你的责任，我也有我的责任。你回去好好履行你帝君的职责吧，我也要守护我的家人。你走吧。若我偏要强求呢？三千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甘碎。可错过，可扬灰，放错有情人的悲。若一切回到最初，沉香重燃，你是否可以回心转意？您还想让我说多少遍，你我之间绝无半点可能。可是你刚才已经回头看了，不是吗？燕丹，我愿意等，等你重新走向我，我送你的香炉已经在这儿了。只要此心此情仍在，余温就永远不会消。我是帝君，也是唐州。等我完成帝君之责，唐州就会回来，和你相伴余生。